首先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第一位的钻石。我记得在台湾看过他的影片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甚至在看他的影片叙说他的背景故事的时候，我的眼睛有泪光，因为我看到一个谦卑的青年，从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农村家庭，但是他不放弃梦想，到了城市去打拼。他也曾经创办了三家公司。现在我听到他在台上分享，我仿佛看到一个光宗耀祖、衣锦还乡的中年成功人士。所以我想借大家的手，邀请我们第一位的嘉宾，来自台湾的钻石林宗尧。我到现在想到那个影片，我不用看到那个影片，我光是用想的我都想哭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当初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，在最不可能的物质条件之下到了台北去打拼？接下来你创业成功三次，失败三次，可是你又愿意给自己一次机会，重新再结思，从零开始。你的心态是什么？到现在你光宗耀祖，回到你南部的家看你的家人，你的心态、你的感触是什么？请你跟大家分享。大家掌声鼓励。在场的杰斯家人，下午好。好。我来自台湾。我叫拉九，我在三年多前加入美商杰斯。刚刚主持人问我，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北上台北，也就是到大都市去发展，因为我们家是一个农村，非常乡下的一个农村的地方，我们家非常的穷。我从小就怀有一个梦想，因为我们贫穷怕冷。我记得我妈妈过世的时候，在过世之前就跟我讲，我们家就靠你了，你是我们家唯一的大学生，你兄弟姐妹都是国小毕业而已，你一定要出人头地，荣归故里，衣锦还乡，而且一定要光宗耀祖。所以我大学毕业以后，我就留在台北。一个年轻人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关系，只要有钱赚了，我什么都干。我花在马路上画过传单，在工地扛过水泥，在菜市场卖过菜，甚至当过临时演员，我什么都干，洗车我也干，因为我有一个梦，就是要荣归故里，要光宗耀祖。所以我这一路来非常的努力，跟一般的年轻人一样，非常非常的努力，跟人家上班，上班以后存了一点钱，想说赚快一点，就自己开公司。没想到开了三次，三次都倒掉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。我二三十年的青春岁月就这样，起了落了，起了落了。最后，当我人生有一点不再有志气的时候，我要感谢我的推荐人介绍我美商杰斯这个平台，所以我站在这里有一份的感恩，有一份的感动。第一个，我要感谢美商杰斯公司，
创立这个品牌。第二个我要感谢的是，由我们的系统领导 Kim Hui 把这样的机会带到台湾，才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。我由衷的感谢他们三个。在我人生过程当中，我反省为什么我没有成功，我发现我单打独斗，我发现我没有掌握趋势，我发现我没有平台，我发现我没有系统。当我看到杰斯这个机会，我就像鳄鱼一样抓住猎物，紧紧不放。我知道这个机会来了，以我过去的努力，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成功。果不其然，短短三年的时间，让我平凡的人生变不平凡，让我从负债变富翁。我短短三年，我看到这个机会，我比别人更努力，比别人更用心。很多人问我，你怎么如何在短短三年可以从加盟商晋升到公司的钻石？各位想不想听听看？好，因为我是杰斯的这个平台的受益者，我毫无保留的跟各位讲，我个人认为，这是我的经验，人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他的精神状态所主宰的。因为我有一个梦还没有实现，我这个梦就是要衣锦还乡，就是要荣归故里，所以我的精神状态就是，我接触到美商杰斯这个事业的时候，第一个我非常的坚信，我一定可以成功，坚信我的信念，坚信我的梦想。我不相信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失败的过我这一生，所以我坚信我的理念，坚信我的信念。第二个，我比别人更坚持。你知道我美商杰斯这个过程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？告诉各位，非常非常多的问题，很多人都是被问题克服的。我有克服问题，你才能胜出。我比别人更坚信，我比别人更坚持我的梦想。所以这三年来，我非常的努力。我的组织，从我个人现在创造我的体系，有16个红宝，有4个绿宝。我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将近10万美金，我可以开名车，住豪宅。这是因为我坚信跟坚持而来。第二个，我为什么这么快，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成就，除了感谢公司以外，最重要的，我的精神状态，我把每一天当成我生命的最后一天，全力以赴在经营美商杰斯。我的精神状态是这样子，很多人只是看到外表而已，你没有看到内在努力的另外一面。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有美商杰斯这个平台，让我平凡变不平凡。我早上非常早就坐在钻石级的这个位置，但是
我非常非常的感触。我有一个想法，为什么还有第一排？为什么我只能坐第二排？我告诉我自己，明年我一定坐第一排。我相信我可以，大家都可以。我没有有钱的上一代，但是我发誓，我一定要成为富人的主角。在座很多的杰斯的高端人士，在座很多企业家，很多卧虎藏龙在这里面，但是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环境，你没有抓住机制，没有掌握系统，要成功非常难。我以过来人的身份来跟各位互相鼓励，杰斯不是百年难得一见，是千载难逢。我可以，大家都可以。未来我的期许要帮助更多的我们的伙伴晋升到瓦木新贵，帮助更多的人在杰斯的圆梦，不止我圆梦而已，也要帮助更多所有想要在杰斯美梦成真、梦想成真的人。我们一起来，我可以，大家一定可以。以上是我的分享。